Nathan， 码头龙机操作员，比赛前凭住特别的职业和出众的样貌令大家注意到他。在比赛期间， Nathan 不时被评判赞赏他的外形。Nathan 是吗？Nathan 啦 ，Nathan 咁样咧，成个人嘅状态啊，或者你嗰个笑容啊，其实好 charming 嘅。的确 ，Nathan 曾经喺舞台上驾驭过唔少造型，真系少啲气质都 carry 唔到啊。不过佢就希望大家可以留意翻佢嘅表演多啲，唔好净系睇样。用鲸鱼浮出水的温柔，素美好的手。仲记唔记得 Nathan 当初参赛嘅原因啊？我想用我的音樂令到好像跟我媽一樣的人他們被治癒，這個是我想造聲的原因。大家見到你又看得又打得，兩者兼備，就皆大歡喜了。